这是美国一年一度的法定杀戮日，这一天所有的违法行为都不会被追究。无论你是道貌岸然的好男人，还是温柔乖巧的女学生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。有人被仇家绑在车上游街，有人全家被吊死在树上，奇装异服戴着诡异面具的疯子随处可见。随着又一年杀戮日的到来，美国总统大选也到了如火如荼的阶段。经过系列前两部的事件，民众对于取消杀戮日的呼声越来越高，尤其买不起高昂保安设施的穷人们。就这样，一名女参议员从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，她叫罗恩，曾在清除之夜里被迫看着自己的家人被残忍杀害。而她进入政界的目的也很简单，就是废掉这个丧失人性的残暴计划。但罗恩的这个观念很显然触犯到了清除派的领导人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会受损，他们决定杀戮日的目标第一个就是罗恩。不过反清除派的能人也大有人在，其中就有罗恩最为信任的保镖，对，就是第二部侥幸生还的特种兵里奥。他非常认同罗恩的政见，并且两人都有亲人死在杀戮者手中的相同经历，所以选择了保护罗恩。而里奥的战斗力也是相当高，不清楚的新观众们可以去看一看之前解说的人类清除计划二。刺耳的警报声响起，杀戮日如期而至。里奥给罗恩制定密不透风的安保计划，钢板加固房门和窗户，每个转角都安排人手站岗，屋顶配备顶级狙击手，整个建筑就是一只苍蝇也飞不进去。但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的手下竟被清除派收买，在监控上动了手脚，雇佣军里应外合地闯入屋内。幸好里奥提前察觉到了危险，带着罗恩从安全通道离开。可随后清除派的人也发现了通道，他们在窗口架起了狙击枪，里奥被一颗子弹打中，生死攸关之际，里奥引爆了预先留在房间里的炸弹，这才暂时度过了危机。两人一路东躲西藏，来到了一条大路上，路边躺着几具尸体，正准备过去，尸体突然动了起来。里奥对这种把戏早已见怪不怪，身手敏捷地解决掉了几人，不料一群戴着奇怪面具的人又从背后突然袭击，两人只能束手就擒。超重口味禁播恐怖片，充斥着暴力美学，胆小误入 SVI Cloud 看细胞剧，买小云就是要高清。